上课了。还是那个最难的那个地方是吧？对，好难。好，那个没事，来，那跟我念这个，还是这个。哦哦哦哦 ，Hi I'm mad 呗。哦哦哦哦哦哦哦 ，Hi。哦哦哦哦 ，Hi。对。哦哦哦哦 ，Hi I'm mad 呗。我才不看，我从来不看这个，一定要连。我连这个都不看，我说看没。哎，电影我很喜欢看，就是。哦，好。对了，非常好。啊，我们来看，嗯。好吗？我们可以把连线都去掉先，好。一，起。对，音区比较高，所以怎么办？先想着打哈欠，不要害怕。打哈欠，喉咙打开。对了。好，再来一下。对，不要急。再来。对了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再来啊，来。啊，说说，前面都会了吗？啊，说说，啊，说说。Give a rim power, I'm calling. 四拍要拖足，四拍拖足。好，我们从头来一次啊，来，你们来一下，来一，该休止休止，该唱满唱满，一，起。Thank you.
哎，好的，下面我们来进下去了啊，来，下面就很容易，来，一个声部唱第二段，还有一个声部唱啊沙沙，把这两个拼在一起好吗？啊，就形成了两个声部。婷婷，你分一下声部啊，来。好，你们三个唱上面的啊，是徐教授带着你们唱上面的啊。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次还是这个旋律啊？还是一样的，完全一样。嗯，开始啊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好嘞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好吗？再来一次，来。哦，我这边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同步啊，来。我再一次啊，来。准备，一起。好，准备好。好，你们是哒哒哒哒，我不是哒哒哒。好，一起。好，来，咱们是咔呀，是不是？我讲一下，我好，我讲一下这个，哦，好，能听见吗？一声部旋律，啊，能听见吗？对，啊，能，哎，晴晴能听见吗？唱上面一行，我们唱上面一行，能唱。哎，婷婷，哎，我这个难了，能听见吗？听见。啊，我想说什么啊？听啊。啊，虽然那个第二段，我好爱我好的，它尾巴不一样的。嗯。第前面出现的，哈沙龙，就是那个到主音上了，这个是现在是开放状，你看。啊，沙沙龙，哈沙龙，就是咪发咪瑞哆，第一个尾巴，第一个出现的尾巴是咪发咪瑞哆哆西哆。好，现在是咪发咪瑞哆哆瑞咪，是往上走的。啊，好的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嗯，是往上面走。为我哈沙龙，哈沙龙，这是第一次出现的。现在两个声部了，两个声部马上要转调了，转调之前，所以是为我哈沙龙，哈沙龙，这么来。哈沙龙，然后是结束，沙龙不是高，不是往高走，结束是往下走，对，是下走。哆瑞咪，它是处于一种开放状，开放状，它没有收尾，因为它要看到了吗？嗯，所以它要要转调，要给传给那个钢琴伴奏，啊，然后推推。通过钢琴来推，是这样的，好吗？好，我们能不能把二声部一起来一遍？哎，一，二十九小节。好，开始啊！一，
两个声部重叠。好，开始。一。一。好吗？好吗？你开始跑调了，你开始跑调了，跑调了。再来一次好吗？哟，你是唱低了呀？我不唱低的，我唱低的，我以为跟他们一起。不是，赶紧快走了，我跟着你们走了，不行，那他孤立了。坚定，坚定，立场。坚定，坚定。现在高音对了，低音有点忘记了。嗯。阿莎莎，阿莎莎，得把人跑浪卡呀，完全阿莎莎，阿莎莎，得把人跑浪卡呀。平行乐句，平行乐句，句头相同，句尾不同。对，好吗？好的。哎，都一样。哼，再来一遍好吗？好，开始啊。好的，那个晴晴，晴晴，哎，晴晴，我说一句话，我这高音声部啊，没有时间概念了，这个拍子是吧？高音声啊，心跳不对了，节奏、哎、就是四拍，比如说四拍唱了六拍，两拍唱成四拍了，是吗？所以这个我们得在统一的时间里唱这个。再练练，好，没关系。好的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你看那个其实很简单，你把时间做对行了。我们看转调以后啊，我们来看后面一样的，只是提高了一个高度而已。对 ，A 大调。同样是两个声部，好吗？其实这段跟前面完全一样，到这儿为止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除了这个尾巴，来。我就说前面这段完全一样，你们看明白吗？看明白了啊。明白。好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看这个尾巴。我们今天再把这个尾巴弄一下，你看，就等于刚才我们两个声部合在一起的，再唱一遍，就是转调了以后，高了一个小二度吧。小二度，然后我们再唱一遍，完全一样的再唱一遍。那么在唱高音的时候，还是要大家保持口腔打开。你好，如果我都能唱上去，你们肯定能唱上去啊！所以不要恐惧，在对高音一定要口腔打开，然后打哈欠呢。好，这是一个要领。我们来看最后这个结束怎么结啊？然后是哈沙隆，哈沙隆，哈沙隆。它的字只有哈沙隆这一个字，你看，对，你看啊，哈沙隆，然后哈沙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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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，咪瑞咪。你看，我们来找一下这规律，它只有
他只有哈沙隆这个字唱三遍，这一句话唱三遍，哈沙隆，然后他的音高哆瑞咪，只有哆瑞咪三个音，最后是慢的，哈沙隆，哈沙隆，哈沙隆，那完全一样的，好吗？能不能来一遍？可以吗？我爸的节目都不是，他唱照唱，从我的太阳。这个地方能来一遍吗？好，来一遍，来一遍。哈沙隆，美人咪，一个是哆西哆，哆西哆，哈沙隆。一二七，三个哈沙隆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哈沙隆，哈沙隆。好，我建议这样啊。我这样建议，这样就是大家不要死盯着这个谱子看，耳朵听这个声音，然后再结合乐谱，然后你就觉得很简单了。否则你看谱子会觉得很复杂。然后那个什么，其实就三个咪高音，咪瑞咪，咪瑞咪，哆瑞咪，咪瑞咪。就是咪瑞咪瑞哆瑞咪，就是咪瑞哆三个音，好吗？高音声部唱一遍好吗？高音声部唱一遍好吗？对，然后底下哈沙隆，哈沙隆，哈沙隆，三个完全一样。好，我认为你们都应该会了哈，一起来可以吗？这最后要一个指挥在中间，要大家一起出来。哈沙隆，哈沙，齐静，最后要给大家一下一个点，让大家最后一个哈沙隆，我们一起出来。我们是哈哈哈，我们是哈沙。好，来试一下。是啊，结尾开始啊，一起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，嗯，稍微的 rap 有点慢，渐慢唱，找不到音准，行行行行行，行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别这样盯着我，我还要再单独的让他们再单独的练一练，因为要各个声部先练练熟，嗯，然后再让对对对。要领是这个时间不能塌掉，哎，这个对，还有就是心跳的感觉，互换一下，你唱低我唱高，哦，我唱高你唱高，哦，对对对，互换四拍要唱足，这十指要唱足，可以吗？好的好的，嗯，可以可以，那就先今天这样好了。好的，好，哈沙隆，最后的嗯要抿嘴下来，隆，啊，好吗？嗯，好。谢谢唐老师 ，OK， 谢谢，好的，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再见，开心，好，再见，谢谢，拜拜，再见，嗯，母亲节快乐，母亲节快乐，谢谢哦，母亲节快乐，我们马上星期天母亲节了，谢谢哦，是是是，中国应该也有吧，母亲节快乐，那母亲节快乐，
好好的，母亲节快乐，大家快乐啊！谢谢，好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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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